你找什么呢？这啊！老谢，抓哥不是熬药吗？我帮他找点那个那个茶喝。在我面前就别演戏了，演的比你好。你知道哥进去干什么吗？再给你找个地儿，让你去死的地儿。谢志清，你这个叛徒，你跑不了的。 刘铁男不在了，昨天晚上他有事情，结果到今天早上我都没看到他人啊。刚才我们找了一圈都没找到。对，你说刘铁男找不着了？对头啊，一把抓，千万别着急。哎，仔细好好的再去找找。哎，去吧。我去了吧。刘峰，到，给你个任务，啥任务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一定给我盯紧了谢志坚。老谢，他怎么了？他问题大了，盯紧他。是。这打仗啊，得靠实战。看我的！好！哎，那个营长，有急事您先待会儿再练啊，待会儿再练。来，这边，来，你们谁来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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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刘奶奶带人到四村八乡了去找了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看守这么严密，她怎么能就跑了呢？不是跑，是失踪。啊，失踪，失踪。刘一爽，你小子挺有意思啊，平时你们没事总想着逃跑，这回真有人跑了，反而……你听我说，刘奶奶真的是失踪了，而且十分蹊跷，这样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。 小鬼子的武器势力，他们有坦克，但我们不畏惧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手榴弹。我给你带话，一颗炸不动，两颗炸不动，三颗四颗五颗，一定能炸动他。啥事儿啊？团长当时在唠好事，他何方？让刘一手赶紧过去，要不我给你带个话，下课以后赶紧告诉他啊。行，好。 等你半天了，怎么才来呀？团长呢？在下边等你呢，走了，跟我走。
刘一手呢？刘一手，他被团长叫到何方阵地去了。不可能啊！刚才在村子里发现刘铁男的尸首，我和团长在一块儿，团长正找刘一手呢。刘铁男死了！副团长说，给我见团长去，快点！哎，快！ 在这儿睡觉了，你两个在这儿睡了，给我找了你爷爷，你在这儿睡觉，要他你给我小的，他会骂我的，我答应过他的铁兰。走，李板砖，铁兰他已经死了，没有，他睡着了，铁兰是睡着了，铁兰，我扶你回去睡觉，清醒一下，人死怎么复生？走，李板砖，营长，你帮忙噻。 帮我把他扶回去，快点！出事了！听本单位讲，有人假传你的命令，把刘一手调到何方阵地了。快走！我晓得你是恶人，你想睡觉，我给你熬点油，回去糊了就好。 还没到啊！啊，过来坡的事，走吧。啊！队长，队长，过来！过来！ 我不知道，好像是刘一手出事了。啊！不会全吧？二狗啊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呀？哼哼，算你小子聪明，让你死个明白。老子看你不顺眼。 我知道你不敢，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你。你少他妈废话，老子就是想送你个枪子，省得你天天在我这瞎闹腾。二狗，你别忘了，我叫刘一手，所以凡事都留着一手。 是不是丁团长？说实话，我看你也不太顺眼。你说我会不会开枪打死你？你不敢，我还真敢。你枪一响，他们都知道，他们都会过来。你也好不了，你们那帮红军都好不了。那我也先让你死，告诉我到底是谁指使你杀我。 说，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？告诉我，谁是幕后主谋？刘一手，没想到吧？想到了，只是没想到你比我还着急。没办法呀，我要再不行动，恐怕我就成了皮三儿，一把抓了吧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是卢司令的人。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聪明人，猜对了。你说你跟我们红军待了那么长时间，怎么就没学一点好呢？现在都已经国共合作了，你知道你这样下去的下场是什么吗？不是刘一手，你这么聪明，这不像你说的话吧？国共合作？你做梦的吧你啊！行了，刘一手，你别废话了，我太了解你了。 你那套对我没用的，我告诉你，刘一手，你今天必须死。很好，
那你是否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可以啊。我，谢志坚，真名谢雨婷，代号鬼烟。10年前，我被卢司令派出去学习真迹。5年前，我还曾经混入了你们红军的内部，做了1年的司务长。3年前，我回到了五州。 回到了卢司令那里，专门负责对付你们这些红军。行了，刘一手，你说，你我兄弟一场，要死了，我说点什么呢？和铁男一样吧，说声再见。 谢志坚，哦不对，谢雨婷，我不知道你能比我多活多久，但你记住了，刘铁男的这笔账，早晚要跟你算。可以啊，那你还是去阴间跟铁男作伴吧。 这差事你敢干吗？敢！只要是影响了吩咐，我啥事都敢干。丁成一对留守特别的关照，如果出现了纰漏，你怎么办？你放心，这事我保证做得干净利索。如果我们俩在现场被丁成一抓住，你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你身上，你记住了吗？那丁成一要杀我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保你这是大功一件，绝对不会杀头掉脑袋。 回到五州，回到卢司令那里，你就不是今天的人了。行，我扛。一会儿别忘了拿枪对着我，听见没有？快点，快点！让我别过来！我看见你敢混混就不是人，老子要杀了你个滚滚人！我真不要！狗日的！不要！你们再过来，我就打死他！你敢？丁队长，别管我，开枪吧你们！ 刘一手呢？刘一手，被二狗打到五号河里去了。啊！你个狗日的！刘一手，主峰，你们让你别逼我！打路子，马航，滚蛋下，上！啊！老谢，走！啊！刘一手，刘一手，刘一手！ 到底是咋回事？啊，团长，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我到河坊镇地上，正好碰见刘一手，我问他干嘛，他说您找他到小树林里边谈话。我开始没在意，后来我一想，我一直在河坊镇地上也没看见你啊，我觉得蹊跷，我就追了过去。我追过去的时候，正好看见二狗要杀刘一手，我就冲了过去。可是没想到护栏中二狗把刘一手打进黄河里，你们要不来。 我估计我也死了，团长，我们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刘一手，怕是被河水冲走了。沿河二十里聚一艘，洪家人随即是。是，走。
滚蛋了！啊！媳妇儿。 你个王八犊子！你他妈还敢杀人？谁让你杀的人呢？啊！没谁，我就是看那小子不顺眼，不顺眼就杀是吧？还有那刘铁男是不是也是你杀的？谁？装！你给我装！团长，我不就杀了一个红鬼吗？ 点到，拉出去个毙了！哎，团长，怎么回事啊？还他妈问我？你管他部下随便杀人？二狗，你杀谁了？营长，那个刘一手他天天冒坏事，不是个好东西啊！我是这团长把他给除了的。谁让你自作主张了？ 团长要杀刘一手，还用得着你动手啊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还不快滚！是。那么彪子，你们俩演戏呢？啊？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啊？王八犊子杀人了，要一命还一命啊！团长，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这一路上，这帮红鬼惹了多少事儿？多少次您都该杀不杀，怎么轮到自家兄弟头上？这犯点错。 您叫我看怎么的呀？嗯，你给我杠上了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了啊，张彪子。从到了潼关，你背着我捣鼓出多少事儿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没有你张彪子，这二狗有这么大的狗胆！团长，我跟二狗那可都是卢司令、卢旅长和你丁团长带的兵，既然今天。 你要替那些红鬼们报仇，就先从我张彪子开始吧。马猴，滚了！团长，彪子他脾气不好，他不是那种意思。团长，这彪子兄弟他滚了！老张。 铁男死了，刘一手也没了，这个仇咱们不能不报啊！这个畜王八蛋，老张，你下了命令吧，我们给他们拼了！一天之内，两笔血债，咱跟他们干了！干了！干了有啥用？ 铁男还是回不来了吗？这个心不能白留。是老张，现在咱们必须开个会商量一下。商量个屁！同志们，都跟我找丁七。他不说话去。 你答应一声，给我下听一声。你再喊我一声，给我听来，听来，听来。团长，开饭了。告诉太太跟翠娥让他们先吃。哦，那个太太说，说她为了刘一手，不吃了。告诉他，我陪他。 快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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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兄弟，你是犯了什么事儿啊？你个狗汉奸，配跟老子说话吗？什么汉奸不汉奸的，这不就讨口饭吃？看样子，兄弟也是这部队的。兄弟，就你这富贵相，眼下你这牢狱之灾也就一两天的事儿，啊，过不了两天就出去了。你会相面？略知一二。啊！根本不用你说。哎，老子在这待两天，他丁成义就得乖乖把我放出去，我还不在团里待了，老子伺候旅长去。你给老子走吧！大家都冷静，有什么好好说。刘一雄也是我的兄弟，滚蛋！我不认识你。兄弟，不行不，兄弟们，我知道你们是来讨债的，我丁成义也要讨债，但是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？我一定把这事儿整明白了。我们大家都不想刘铁男跟刘一手死得不明不白，对不对啊？你别来骗我们！说这个就是嗯。张大豪，你让你的兄弟们信我一次，行吗？发生这种事情，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。这里边有事儿，有隐情，我得整明白。我需要时间。丁成义，三天。我给你三天，这事儿必须要有结果。兄弟，你这人缘不错呀，都这时候了，还有人给你送饭呢。啊，那是我们营长，对我可好，跟亲兄弟一样。哎，那是你命好，我们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脑袋喽。活该呀。谁让你当汉奸呢？我就纳闷了，你说360行干什么不好，非得去当汉奸，啊？图啥的？你说图啥？不就图俩钱儿，不就图保着这条命吗？当汉奸还有人发饷银呢？那当然，日本人有钱。就你良心都没了，能给你多少钱？我赚的算少的。其实日本人他是看你提供的东西给你钱，就像这一次黄河沿线的河防图，这东西谁要能搞到它，哼，老值钱了。一张破弓能值几块钱啊？这个数50、500。你别炸我，还能给5000啊？5万？咋的？5万？5万？你到底想怎么办？你去跟红军说一下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把二狗的人头送给红军。
可是让他们先吃点东西，鬼子万一上来，这仗能不能打了？你确定三天之内能杀了二狗给刘一手报仇吗？我确定。我去说。哎，你来这干什么？受伤的那位住哪屋啊？住内屋。哎呦呦呦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老谢，一会儿我再给你扎两针，马上就不痛了啊！老谢吧，伤得这么重啊！哎呦，一点心意，无偿敬意，无偿敬意。哎哎哎！谁让你过来的？你来干什么？你也敢来？敢来？张彪，想整死你吗？说，把人家打伤了。秦州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滚！秦州，滚！我听说二狗把人家打伤了，这不买点点心来看看人家。滚蛋！你就拿这两个工具，张彪子，用不着。你以为送点点心就完事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刘一手心就不会白留的。我滚！滚！你滚！我打你！抓住他！滚！出去！站！滚！滚！滚！记住，算你们狠！你们不吃啊，老子拿回去自己吃！你吃完噎死你！哎呀，行行，别太激动，不行。丁成义已经答应红军三日之内必杀二狗，我的意见可以让丁成义杀了二狗，一则替我们灭口，二则即便杀了二狗，仍旧不能消除红军对卢家军的隔阂。但是因红军而杀卢家军，在卢家军中同样可成一道鸿沟，丁成义将再也不能带着整个队伍投共。这个鬼言太他妈狠了！红军已经暂时停止抗争了。但是三天之内必须得有答复，你想怎么办？我一直在判断，到底是谁要杀刘一手？杀刘一手为什么？我如果可以判断出，我马上就会杀二狗。这个很明显，是卢涛在绑二狗，说不定你的卢司令……不可能，卢司令不是这种人，顶多是卢涛在我背后捣鬼，他一向想在我的部队下手。行。就算是卢涛，他已经在绑二狗了，你还能怎么样？他们能暗杀刘一手，我也能。你觉得不合适？我忽然觉得很伤感。日本人还没真刀真枪的杀过来，我们自己人就开始互相残杀。我不是说不给刘一手报仇，我是觉得这种局面太让人感到悲哀了。你能这么顾全大局，我没想到，真的。张营长，我来跟我兄弟喝两杯，开开门。可是什么？有什么事儿让马猴连长找我？是开门，开门。二狗，营长，连长，这两天是不是要放我了？哎呀，你急什么呀？你这回子出去，那还不让红军给你撕巴了呀？我知道你在这里边也不自在，来。我陪你喝两杯。哎呦，花生米，谢谢营长。来，
我在这里待的实在不好受啊。别急，兄弟，我这不正帮你想法子呢吗？昨天我一听说丁成义给你抓起来了，我就直奔吕部给你请旅长去了。旅长都出面了，那丁成义还敢动你？来，给他，快。这帮红鬼还闹了吗？闹了厉害，逼着旅长三天杀你。这帮鬼儿子真狠啊！不过这次啊，真是把丁成义给急上火了。嘿，他上火，我痛快。王九福摸到杂院那边，差点把二狗宰了，被哨兵给拉出来了。啥玩意儿给拉出来了？啊，拉出来干啥呀？就让王九福把他宰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兄弟们没明白过来，真笨。哦，二狗还说让我找您跟张彪子营长说话，我跟你们说。小二狗终于肯说话了啊！走。打开。二狗，你他妈睡得还挺踏实是吧？二狗，今天想说，我他妈再问你一句，你为啥杀刘一手？我杀刘一手啊！这里有太多太多的隐情。今天找你们俩过来，不是要跟你们俩说，是想让你们把卢涛旅长请过来。我只能跟他说。我要是跟你们说了，估计我就玩完了。二狗，你干啥？二狗，你他妈想的挺美啊！你以为找卢涛就能保住你这条狗命是吗？丁团长，你不是想知道谁在背后捣鬼吗？那就把卢旅长找来吧。你别瞎说八道啊！出来！还瞅你们！No!
旅长，急什么呀？旅长，我可是跑了十几里路才赶过来的。二狗那小子不知道犯什么神经，说是要把背后的实情给说出来。我担心他把您、把鬼烟都给供出来。他已经跟丁成一说了吗？还没有，说是只能跟您自己说。走，看看去。哎呀，不就杀了个瓦红军吗？葫芦沟也不杀过吗？那不一样，在葫芦沟，他们是我丁成义管的战俘。现在这帮人是我带的一帮兄弟。哎，这我可就要劝劝你了，你还真把他们当兄弟啊？咱们才是亲兄弟，还轮不上他们，他们就是一群炮灰。我拿人家当炮灰，我还怎么让他们玩命跟我抗日啊？哄啊，骗呐、必要的时候拿着枪逼他们往上冲，随便你。但就是有一条啊，不能坏了咱兄弟的情谊。那你说，我怎么跟人红军交代？怎么哄？怎么骗？我的意见啊，张彪子嘛，就算了，他不过是顶撞了你几句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别往心里去。但是这个二狗子，可有点过分了。我把他带走，狠狠地制止他这股脾气。就这，这还不行啊？红军呢？受伤的，咱就好好的治伤；那个失踪的，那就失踪吧，咱又不缺他这个把兵。龙旅长，你要是这么处理，恐怕红军不服啊！我还怎么带着这群人上前线？我还怎么带着他们上前线打鬼子？我的诚意啊，你就是这一点，怎么就拧不过来呢？咱们出来就是照照面儿，给咱卢司令贴贴金、长长脸，你还真准备去打日本人呢？日本人是你带的这些红军壮丁能打的吗？国军几十万精锐部队都扛不住。我说你呀，你真是太幼稚。把门带开。你可来了，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讲啊！快点说，快点说啊！你要说什么？陆旅长，这，在这儿不能说呀，您带我回去吧。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套我的话，暗指着让我把您给供出来。二狗，你他妈满嘴跑火车！你看这啊，陈毅啊，算了啊，干脆我把他带回去。他在这儿也不会招供的，二狗啊，跟我走吧。是，二位，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这俩是干什么的？前几天在黄河边抓的日本间谍。什么？你们抓到了日本人？我还没审呢，等审了以后找个日子，当着老百姓的面，明正典姓。